嬛传》最近火到了台湾，一女子欲罢不能，连续五天白天晚上看了72小时，没想到引发早发性白内障，视力模糊一片。眼科医生警告，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的荧幕辐射都可能造成白内障，千万不要忽视。韩剧迷、美剧迷们，别以为没说你们哈，一直不错眼珠子的看是不行的。